这里是精神领域，灵感火花。这正是我冲击阴界时感受到的，无数灵感火花疯狂地向我灵魂深处涌来。要进阶了，要进阶了！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而且树莲是贾蓉贾大人，多么悦耳的名字！从今日起，我贾蓉的人生。 就要像开挂一样疯狂竞技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出事了！这里，糟了，这是深海深渊，如果逃不出去，轻则灵魂重伤，重则沦为蔬菜人呢。贾蓉。 睁开眼，看着我，云上，救我！这是什么？ 这点痛就昏过去了，这么软蛋，以后还怎么跟我混？云少，云少，我真惨呐，好不容易冲击二阶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又被那路遥打断了呀！二阶，你不是已经二阶了吗？啊！ 二姐，真的是二姐啊！我真的惊讶了，云裳，我不是做梦吧？云裳，陆瑶瑶进来了。云裳，你父亲被龙将军被百战国大军围困在了坤金城中，李老爷子大怒，正要亲率大军前去营救。什么？才闭关这几天，就闹得天翻地覆，看来是时候动动筋骨了。 贾大师，晦气晦气！白统领，云裳，现在国都局势紧张，越王子怕有宵小之辈加害云裳，故而派我等在此迎接。将将将将！敌袭，大家小心！嘿，整锅身位。 随我退敌！杀！青楚铁木，这是军方强弩的配备。大王子的人吗？替我杀，一个不留！哼，我当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？原来是你啊，老八！师兄，拦住其他人，我要亲手灭了这个畜生！嘿嘿，你就放心的把那小子身上的肉一刀刀的割下来吧。 师弟放心，这些杂鱼一个也不会打搅你。也罢，就由本大少爷亲自打扫一下垃圾。锦萌，拖住那两名武军，等我搞定这奴才，再来助你。是。小小武师也想杀我三才境大武师，还拖住两名武军，你以为你……这。